开心呢，那个陶东东老师呢，把这一次台湾首展献给了我台北精品，然后我也非常开心说，我这一次也跟跨国的 LA 这边的 David Rollins Gallery 的他们来合作。And beyond to Europe. Thank you.水可以浮冰一切，我们看来最不美的东西，水一流过以后变得非常美丽。孔子讲，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后带给来，第二天带过来就是给我们的是水。水在东西方哲学思想里面代表的就是一种境界，一种美。经过几千年的演变，我们所看到的佛像还是依然的美丽，这是为什么？只有佛像、圣母、耶稣是所有人能够觉得它是一直是美的，不会改变的一种形象，所以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永恒。凤凰浴火，然后呢，水火相融，就是代表的人的修行的一种最高境界，一种无为的情况下，不可能的情况下，能把它结合在一起。水和火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物质，相克的。实际上你要研究最基本的这个形体的时候，形象的时候，水珠和火苗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啊，你只要说在这个画面上感觉的是不是火苗的形象，你只感觉它是它的温度，只有这个色彩让你感觉到热烈和温度。我并没有想把火画得非常清楚，我只是让你感觉到有火的存在，但是基本上还是在有水的情况下产生的温度。贵妃醉酒呢，这幅是我在2012年创作的整个系列作品，总共这个系列有18张作品，这个之间动用了很多中国水墨的一些基调，所有东西都是黑白的，只有这个脸是带有颜色的，而且这种颜色是一种火在燃烧在快尽的时候它突然就明亮起来那种感觉。美的东西能留下来的只是瞬间的感觉，所以基本上都是流逝掉，所以说只是在一瞬间的那种美好印象而已。所以贵妃醉酒叫一抹胭脂，京城烟云贵妃醉酒，只是在你一刹那追求的那种完美。